今天我就来用这个华夫饼机给大家做一个土豆冰。我们首先要做的很简单，就是把这个磨成土豆泥，把这个土豆放进去啊，把洋葱放一点，把培根放进去，放点黑胡椒，一勺牛肉粉，再放一勺，再放一勺洗浴液啊，点马铃薯粉，香油，一点点精油啊，放一勺面粉，就这样就搅好了啊，抓上油，放上切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！哎呀，你们听听声音啊！哎呦哎呦啊！哇，你这是在吃年糕？